我们 Mini Life 动漫迷你演唱会，相信刚刚大家在我的舞台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些朋友呢有看到我们的彩排画面了，真的非常的精彩哦。那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表演呢，绝对可以让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那我们也要请现场的朋友呢，可以再帮我往中间靠一点点，因为其实我看到中间的后方还有一些空位哦。那我们在左手边、右手边的朋友们呢，可以的话尽量的帮我移动到红龙内的位置好吗？红龙线内的位置，留一些走道给我们其他的用路人的安全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高雄美丽岛捷运站，现场还是有很多是搭乘捷运来的朋友们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活动呢是由我们的高雄捷运以及远东漫游共同主办的 2024年高捷动漫季的高捷少女庆生会以及 Mini Life 动漫迷你演唱会。那我们在这边呢，要特别感谢最近企业最可靠的联邦银行大力的赞助支持哦，以及呢，我们其他众多单位的一个支持与力挺，才能成就我们今天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哦。那在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呢，真的非常的精彩了。那现在呢，我们要正式开始进行我们高捷少女庆生会了。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呢要为哪些少女来庆生呢？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哦。我们今天呢将为我们高雄捷运的角色们，包含了我们客服员奈奈，她是5月23号生日；维修员杰儿2月6号生日；站务员雅朵3月6号生日。 司机员佩西多8月5号生日，站务员小琪，他的生日是4月1号哦，以及我们的司机员菲儿7月23号。最后是我们研发工程师小希，他是我们的2月15号生日。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其实也有出了其中一个角色呢？如果你知道名字的话，等一下呢，欢迎在我们庆生会中间的桥段可以帮我回答一下哦，因为我们今天有准备非常多的礼物要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等一下都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礼物。那我们紧接着紧接着呢，我们今天的开场表演，我们今天的开幕表演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长笛姐姐莉莉。 那他今天也有特别的一个装扮要出场哦，等一下呢，我们时间就交给他，那大家也可以来猜一下，他今天出的角色是哪一个角色呢？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就要交给我们的长笛姐姐莉莉，为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开幕演出，现场朋友热烈掌声给我们的长笛姐姐。
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动漫长笛手长笛姐姐。高雄朋友大家好，掌声。哎，长笛姐姐，你今天有特别出了一个造型，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人猜出他是哪一个角色？有吗？好，有人想要回答吗？我先确认一下啊，我们今天好像那个礼物晚一点会有，但是有没有人想要回答？但没有礼物，我等一下可能可以请长笛姐姐给你拍个照。有吗？有没有人想要猜一下？来这边荧光棒的小琪，没有错。那有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角色？有吗？好，一样。这里，雅朵，没有错。哎，我们俩今天都特别出了，就是我们的站务员的一个角色，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庆生会，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我们的开幕表演，其实还有一首歌，对吗？是，那因为我刚刚有看偷看了一下，就是哎，这首歌我们有跟不一样的人要来合作，对不对？居然有伴舞哎！对，是第一次演奏的时候有伴舞啊？真的吗？这是第一次吗？对啊！哇，而且呢，等一下是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女仆，是由我们的阅读咖啡的阅读女仆要来伴舞，陪伴我们长笛姐姐 Lily 来做我们第二首的表演。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长笛姐姐以及我们两位可爱的阅读女仆，掌声欢迎。
到一个很有气息的一个氛围，对不对？那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呢，刚刚对于就是主持人上来问问题，他没有送礼物这件事情，有没有太多的那个，有没有一些那个抱怨？没关系，我这次有上来有带礼物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高洁少女庆生会正式开始。那我们现在呢，首先要邀请我们的寿星出场啦，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寿星，掌声。我跟你说，你们这种声音，我等一下的礼物都要带回家的，好不好？可以热络一点好吗？对，很好。好的，看到我们这三位可爱的少女，以及呢我们的长丽姐姐，哇，真的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丽，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猜过，我们长丽姐姐是小琪，然后还有我本人今天出的是雅朵之外呢，中间还有我们三位非常可爱的少女，那我就要来问大家喽。来，首先呢，左手边的第一位，来，我们稍微举个手，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好，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等一下回答问题很简单哦，主持人数完一二三，帮我大声喊出高级也可以吗？好，准备好了，一二三。真的，这里真的很大声，来，就是你了，来，帅哥，拿着红色包包的帅哥，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叫什么名字？好，一个就好了，你不要连其他的都讲出来，这样子我会那个其他人拿不到礼物，好不好？来，礼物先送给你，没有错，我们的菲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好，再来呢，在我们菲尔旁边的这一位，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知不知道他叫做什么名字呢？来，现场朋友准备好了，一、二、三。来，那个在摄影机前面那位黑色大哥，大哥他叫什么名字？小戏，没有错，恭喜我们的大哥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再来，还有我们右手边很可爱戴着我们的耳机的这位，现场的朋友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来，准备好了，一二三。哎，我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举着抱枕的，就是你，来告诉我，请告诉我们这位少女叫做什么名字呢？什么？奈娜娜，奈奈，对不对？来，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送给她，来这边。而且我发现你的抱枕是不是就是本人，对不对？你等一下要送给我们的吗？你要带回家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呢，除了我们今天的寿星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有几位少女是我们的高洁少女第二期，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再邀请我们另外一位来到现场，就是我们的安琪。掌声呢？掌声在哪里？哇，今天真的是几乎是就是我们很多的高洁少女今天都来到了现场，对不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相信大家手机都拿出来，相机也拿出来了，要来帮我们的高洁少女来捕捉一个美丽的身影。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小戏、菲儿、安琪，还有我们的小琪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好吗？那我们的奈奈，奈奈来先来找雅朵姐姐好不好？来，我们让我们的二期少女呢先来跟大家，先来让大家来拍个照，来，麦克风给我，帮你们拿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镜头哦，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镜头。来，我们正前方的摄影师赶快哦，相机手机拿起来，先来帮我拍一下我们的照片哦，二期的我们的少女非常非常的可爱，对不对？那等一下呢，当然还会有我们今天庆生会的一个大合照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左边的一个镜头。好，最后帮我看一下右手边的镜头。来，这边的朋友们手机拿起来咯。好的，非常的感谢大家。来，那我们的奈奈来帮我一起，我们一起回到舞台的正中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长笛姐姐，我们的小琪同样的带着她的长笛来到台上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庆生会，对不对？庆生会顾名思义，你今天在家庆生会不会唱生日快乐歌呢？会，对不对？所以我要邀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等一下呢一起
起的来帮我唱生日快乐歌。那我们要邀请我们的长笛姐姐来帮我们做生日快乐歌的伴奏咯。现场的朋友我等一下会注意一下，我们也请我们的高洁少女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哪位朋友唱的最热情的，我把我手上最后两个礼物送给他们好不好。来，现场的朋友准备咯，那我们生日快乐歌请下。来，我们安琪帮我移动到中间一点点。祝你生日快乐，现场的声音嘞，来帮我掌声好吗，帮我拍手。祝你生日快乐，哎，你们的声音呢，声音在哪里，快乐，祝你生日我个人是没看到了啊，你有看到是哪一位？哪一位？蓝色衣服的，对不对？来来这边，来帅哥，礼物先送给你了，好不好？那你可以大声的对他们说生日快乐吗？可以吗，帅哥？帅哥，帅哥，大声的说一次生日快乐。非常好，掌声。来，我觉得我今天没有看到我们高雄人的热情，你们这样子真的不对。那我现在呢，再给你们一个补救的机会，好不好？可能我现在拿出来的礼物，大家觉得，哎，好像还好，我没有很想要，对不对？没有关系。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把我的礼物上来，好不好？我跟你说，我们今天的特别礼物呢，我们要在现场邀请三位的粉丝朋友们上台，来对我们的高洁少女说一段生日祝福。如果你有勇气，而且你非常喜欢他们的话，你今天可以获得就是我们今天限量的一个挂轴，还有我们的手举牌，好不好？这边平常是不再送的，没有错。我看到那边有一个人有举，对不对？没有错。有没有人想要？哎，我真的要先稍等一下，我刚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尖叫？你这样子不对哦。来，现场朋友想要礼物吗？高洁少女的粉丝们在哪里？好，我终于，我有没有觉得他们刚好在睡觉？现在醒了，对不对？有哈，我真的是想说，你们是不是在那个长笛姐优雅的那个音乐当中睡着了，进入一个午睡的阶段？好，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我们来请我们今天的寿星。来，我们今天过寿星的除了我们的安琪以外，对不对？还有我们中间三位非常可爱的妹妹，安琪你要帮我站中间，我们让长笛姐姐站边边。是，来，我们这三位我们的寿星来帮我挑选各一位的粉丝好不好？好吗？来，现场朋友，如果想要让我们三位美女，三位很可爱的高洁少女挑选到你的话，麻烦热情拿出来，尖叫声拿出来，等一下数完一二三，一样的大声的喊出高洁，可以吗？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OK 吼。那我们首先由我们的奈奈先来帮我挑选第一位。来，现场朋友准备好了，一二三。来，有挑到吗？粉红色外套的，对，来往前。那我们要请你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哦，来这边请。好的，我们的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女生，来，我们麦克风先递给她好不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由你来跟我们现场所有我们高洁少女来说一段生日的祝福，可以吗？要不要稍微把麦那个口罩拿下来一下？对对，稍微拿下，等一下再带回去。看你要讲什么，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有想要对你的那个
高洁少女们有没有什么任何的生日祝福？平常会怎么跟那个祝福那个自己朋友生日的？希望高洁少女对对做好听的歌，然后再推出更多的作品。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四个字，今天是快乐，生日快乐，没有错，掌声谢谢。好，来我们买一个挂轴给他，然后来帮我挑一个好不好？你喜欢哪一个？喜欢他吗？还是你喜欢哪一个？你还是你喜欢这个吗？好 ，OK， 没有问题，谢谢，来再一次掌声给他好不好？哇！非常的有勇气，对不对？他刚刚说了什么？希望呢，我们的高洁少女可以推出更好、更多其他的作品，还有更好听的歌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祝福他生日快乐了。好，那接下来呢，来我们请中间的，来我们这位很可爱的，一样是我们的高洁少女，来我们的菲儿，来帮我挑选一下我们今天另外一位第二位幸运的朋友，来准备好了，一、二、三。的这位吗？来往前呢、哦，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麦克风给你。好，想好自己要说什么了吗？大声的喊出来，好不好？拿着麦克风帮我大声的喊出来。祝各位高洁少女生日快乐！希望你们以后也会带来很好的东西。谢谢，谢谢，谢谢。来帮我挑一个好不好？来一个挂轴，然后这个手举牌，你想要挑哪一位？好、哦，你喜欢我是不是？哎呀，好，来最后剩下我们的这位，好，来再来的话呢，我们要请我们最中间来，这个你帮我拿着好了，等一下帮我递给我们你所选择的那位粉丝好吗？来，请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来。请我们的小溪来帮我们挑出一位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来准备好了，一、二、三。有吗？来，我们小溪有没有挑到？再一次是不是？来，现场朋友，准备好你的热情了，最后一次了，好不好？让我们的小溪注意到你，来准备好，一、二、三。来，起立，来就是你了，来往前，掌声！哎，大家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能上台，也是要给人家一点鼓励。来，我们从哦，你要直接从爬上来，好，很好。来，你喜欢高洁少女吗？喜欢。是他们的粉丝吗？是。摸着你的良心说，是吗？是。是，还是你今天才加入粉丝团？开玩笑的。好，所以你有特别喜欢的角色吗？喜欢长笛姐姐。你喜欢长笛姐姐是不是？哇，原来是喜欢我们的小琪。等一下我要先问一下，你是喜欢小琪还是喜欢长笛姐姐？这两个就是，对，今天是同一个人啊，是长笛姐姐都喜欢。我喜欢这个回答，所以你是长笛姐姐的粉丝是不是？好，那我给你一个福利，你站到长笛姐姐旁边好不好？帮我站到她旁边，因为她今天也是寿星啊。来，大声的跟你的，现在吗？现在不行，好不好？晚一点，晚一点，好不好？我给你一个福利，你对着他，然后说出你想要对他说的生日祝福，好不好？可以吗？大声一点哦。哎，等一下，长笛姐姐不对，高洁少女，你要尊重一下，好不好？你看看你现在站的是什么场地，好吗？高雄捷运 ，OK。祝高洁少女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还有呢？粉丝越来越多，粉丝越来越多，以及最后再一句，想一下还有什么？哦，我觉得我好像在为难小朋友。祝长笛姐姐，好，让你讲，越来越厉害，然后越来越会表演。好的，掌声谢谢他，谢谢。好吧，我让你偷渡了，好不好？来，那跟我们的小溪来领取我们的礼物，还有我们的挂轴。来，这个麦克风给我。好，谢谢。哇，现场有没有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有吗？在哪里？举手。有，没有拿到礼物，对不对？你们很想要挂轴，对不对？可是我的挂轴只有三个，没有多的。但是我有其他的礼物，要吗？也是高洁少女的，好吗？我刚刚是不是还有礼物还没有送掉？还有一两个，对不对？好，来，我再挑两位粉丝，好不好？我们刚刚左边的三位都有挑完了，那我们的安琪跟
我们的小琪还没有挑到，对不对？那我们让他们也来挑一下了，好吗？不用上台，但是你举手的时候大声喊出生日快乐，好不好？可以吗？大家让他们两个注意到你们，各帮我挑一位。好，来准备好了，来现场的朋友，一、二、三，有挑到吗？你们是不是吓到了？再一次，再一次，好不好？来，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大声的祝福我们的高洁少女生日快乐！等一下数完一二三，大声的喊出生日快乐！一、二、三。来，那一位中间的还有呢？你是不是不小心飘同一个人？来，哪一位？黑色的吗？好，就是粉色跟黑色，是吗？哪一个？举手拿一张白纸哦，蹲着的那一位对不对？站着，白纸被灯挡住，蓝色外套对吗？好，蓝色外套跟我们粉色外套来往前，好，来我们两位，来，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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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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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的礼物这边，好，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很喜欢高洁少女？对，你是捷运迷吗？哇，你都这样说了，来，我们两位，让我给你一个福利好不好？来上台，没有挂轴，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跟他们一起拍照，好不好？一人帮我站一边，好不好？两位一起来，两位一起来，来。来，你帮我站这边好不好？你想要我一起进去吗？想要我一起进去吗？好，我想说不要打扰你们。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好不好？给你们一张，来，一、二、三。好的，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两位粉丝，谢谢，谢谢，生日快乐！哇，他真的很喜欢他们，对不对？好的，有人上台，应该有没有觉得今天来这里值得了？可以，有，我说有没有觉得今天来这里值得了？有，对不对？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高雄捷运以及我们的高洁少女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现场的粉丝可以帮我稍微起立一点点，好不好？那我们请我们的高洁少女来到我们的舞台正前方，然后转过身，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大合照的动作。来，请我们的官方摄影师可以来到我们的台上吗？让我们的高洁少女可以来跟我们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一起先来拍个照了。来，那我们的高洁少女，来，每个人帮我拿一个我们的角色牌好吗？对，来，现场的朋友们，等一下呢，你们在舞台的后方，记得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的微微起立一下，让自己的东西记得不要碰到了，然后让我们的镜头也可以捕捉到大家美丽的画面。好，那我们的高洁少女，来，我们一起到我们的舞台前方下面，来，我们从侧边来，我们下台，是，好，但是前面的朋友们不要那个先跟你们说不要碰他们哦，好不好？来，小心，好，来，我们的长妮姐姐，哦，好，来，我们手上，如果你刚刚有拿到我们的蛋糕棒棒糖的，麻烦帮我高举起来好吗？还有，我刚刚在远处有看到两个疑似高洁少女的朋友，对不对？来，今天是粉丝 cos 成我们的高洁少女，来，我们邀请你们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拍照好吗？来，哇，我发现那个角色有点重复到了，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第二位小戏，还有我们的菲儿，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前，一样的帮我拿着蛋糕，来，那我们帮我们站在一人帮我站一边好不好？来，我们一人帮我站一边，对，来，帮我站到另外那一侧，好，这样子可以吗？我们再往左边靠一点点，好的，好，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镜头哦。
戴一张好吗？来，现场朋友帮我比起爱心，举高高好不好？让我们的摄影镜头可以比，可以看得到，好吗？来，现场后方的朋友，我现在会看哦。你们等一下没有比爱心的，等一下我还有有奖征答，我都不会送礼物给你们。所以来，把手举起来，右手边的朋友们，你的爱心在哪里？我们的摄影机是广角的，那里也拍得到哦，好不好？爱心比起来好吗？来，一起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好的，谢谢。来，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所有的高阶少女，谢谢。好的，来，我们先请我们高阶少女还有两位很可爱的粉丝朋友啊，今天还特别 cos 成了我们的小戏跟我们的一个菲儿。那